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穿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嚟同我哋一齐谈天说道。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就是香港粤语流行歌词赏析。今日除了小弟冯天乐博士之外呢，亦都找了两位重量级的朋友跟我们倾偈。一个啊，真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当代李清照李默小姐，同埋我老友彪爷啊，刘桂彪博士啊，系各位好，系佢嘅朋友。咁咧就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呢个香港粤语流行歌词噶啦，我哋同阿基哥张伟基先生讨论过。咁但系咧，实践系检验真理嘅唯一标准啊。咁样咧，我哋揾到一个词人上嚟，诶，讲下佢哋点样创作填词，有啲咩技巧咧，同埋我哋。系啊，先头阿补充一句咧，同阿张伟基就主要系讲歌曲嘅，就歌词我哋有提过下，不过唔系主要讲歌词。今晚我哋主要讲歌词啊，我补充一句。好啊。咁咧就觉得咧。就歌曲同歌詞咧，就好似孖生兄弟。不過咧，歌曲咧當然或者係兩母子啦，但係歌曲咧就係呢個係媽媽嚟嘅。咁嗰個歌詞咧同埋演唱者咧，可能係孖生兄弟。你若然詞幾好都咩咧，但係首歌唔係吸引到即係。各種人喜歡咧，或者冇喺電視度搏命 loop 咧，就都冇乜用嘅，就即係相對嚟講，就近呢幾年就係真係冇乜流行嘅歌就咁解咯。而且佢哋又作得唔好，係咪？咁所以就係話唔可以等分咯。我自己填詞，我又冇覺得幾威啊，幾咩？尤其是即係香港人。叫你填詞咧，往往俾好少嘅時間你，即係幾乎揾槍指住你咁滯。咁咧，你即係我哋如果人文學會，你當文學啊咁樣嚟欣賞，同埋即係亦都佢流行起上嚟咧，喺每一個年代嘅社會裏邊咧，佢係代表咗一種香港嘅精神同埋意義，咁就都有得講。是吧？粵語流行歌詞呢，我想即一個轉捩點應該就是啼笑姻緣，它就改變了以前由國語為主就走向粵語為開端，因為以前呢粵語流行歌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比較俚俗一點，即譬如好像廟街王子啊那些，那那些歌呢就給人感覺咦，但原來都可以很文雅的。補充咧就係比較早期一首歌咧，好多人咧就成日以為嗰首就係、是、即係第一首或者甚至起碼咧就係能夠打動整個即係興起人第一首。啊，呢首咧就係鐵塔鳴鳴啊，即係許冠傑嘅阿雙。咁但係其實咧就有少少古啊，咁我就知咧就講咗咁多啦嚇。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呢首唔係第一首令到即係香港流曲流行嘅一首歌嚟嘅，因為咧。佢最初都係電視嗰度係唱嘅，即係我仲記得就係嗰陣時好細個啊，睇《春天報喜》咁啊，天樂就唔知㗎啦，即係嗰陣時我都好細個啊，咁咧就喺有一集嗰度咧就 Sam 唱出嚟嘅嚇，咁
咁咧就好多人以為就係、是、後來咧慢慢傳就係、是、許冠文作係填詞咁樣，其實唔係啊，許冠詞咧就係、是、許冠文咧其實係用英文寫嘅，咁後來咧就先阿 Sam 咧就用中文去翻譯同埋去修改咁樣啊，咁好似仲經過有人去，好似鄧偉雄咁冇記錯啊，咁咧就但係嗰首歌最初播出咧就唔引起注意嘅，所以好多人以為呢首咧就好引起注意，其實唔係嘅。可能係後來咧，即係到八零年代咧，可能隨住香港嘅形勢轉變啦，啲人覺得以香港咧就係、是、其實好好嘅，唔需要就係周圍去咁樣，香港自己最好嘅咁樣。咁所以嗰首歌咧就好似獅山下咁樣啦嚇，慢慢成為咧香港人咧就係、是、好多人識嘅，我哋叫做港歌類似啲咁嘅嘢啊。咁呢首咩啊？咩歌詞？你講緊邊啲歌詞啊？佢講鐵塔鳴鳴鳴鳴鳴鳴鳴其實都係十年八載之後先至走紅噶嘛。你講獅子山嚇？你再講下邊度講啊？唔係，因為我依度而家係聽得唔係幾好啊，唔好意思。你係講獅子山嚇？寫下那不朽的香歌。鐵塔鳴鳴啊！阿 Sam 嗰首《鐵塔鳴鳴》係聽唔聽到啊？《鐵塔鳴鳴》。鐵塔鳴鳴啊！哦，未到咁快嘛？你講緊七十年七幾年代嘛？嗰陣時仲有。家變啊，知否世事常變？係，嗰個係嘅，嗰個係。然後因為你而家讀翻咧，你覺得好似講緊而家都有效喎、啊，知否世事常變？然後 ending 咧就係、是、變幻原是永恆啊。咁然後咧，當然亦都有即係奮鬥啦。咁黃沾嘅歌詞啦，咁就即係。無論遇到幾多挫折，我都要係百般奮鬥，然後咧尋找我個安樂鄉嘛。嗰、那個即係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嘅奮鬥精神，仲有呢個係抉擇。抉擇咧就係我第一次聽到林子祥唱歌嘅，就覺得好趣怪嘅，因為佢用佢嗰種特色咧係逐個字逐個字彈出嚟嘅。我成日都學，好中意學佢嘅。佢就話花。挥抉择力量，再起个新门墙，像那家乡样。咁样咧系印象好深刻。嗱，呢啲都系嗰、那个香港人嗰种挨得同埋奋斗精神嘅当时嘅一啲歌曲，然后先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就系嗰啲啦，头先飙叔嗰啲啦，许冠杰许冠杰系一个代表啦，咁即系话但系嗰时开始有啲繁荣啦，咁就就我哋呢班打工仔，即系嗰啲啦，半斤八两咁样，即系嗰啲即系讽刺时弊啊！俾啲老細係咁講，都唔係諷刺，即係話同埋錢，都係香港人都講錢嘅，你可以即係睇到咁，然後就彪叔可能又中意嗰啲情歌啦，《浪子心聲》啊。彪叔唔係好中意講錢嘅，唔係都講嘅，情歌咯，情歌啊，邊個唔中意錢？又要共對輕舟飄，係啊，然後咩《浪子心聲》啊嗰啲啊，我明嘅，我好知。都明，都系八十年代初，就系话，不过咧半斤八两咧，的确系好攰石人口啊。最近咧，我因为想知道呢个全民造星嘅过程，点样后屘搞出十二个 Mila 出嚟咧？我睇到佢哋有啲僆咧，系喺一个表演里边咧，系改编半斤八两，加上现代嘅嘢。嚟擺落去，咁你諗下廿零歲嘅人，佢都知道用半斤八兩。阿彪叔你好嘢，半斤八兩。我就講兩首歌都簡單講講啦，因為頭先即係提一提《鐵塔鳴鳴》咁樣啊。咁咧就其實係七十年代啦，不過就紅咧就八十年代咁樣啊。咁啊，睇下你計佢係最初唱，即係話計到比較紅啦嚇。咁咧就點都好啦，即係《鐵塔鳴鳴》咧點解咁好咧？我自己就好欣賞裏邊嘅嗰個意境，同埋咧佢裏邊嘅修辭技巧啦嚇。譬如咧，就成首歌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如果用我哋中國古詩講咧，就類似鄉愁詩啊，係嘛？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話離鄉別井啊，好掛住故鄉咁樣。
鐵塔靈魂咧，其實一句説就係許冠文啊，環遊世界之後，咁咧就覺得咦，做導演好都好，唔及香港咁好，係嘛？最初原意係咁嘅。一但係咧，嗰首歌詞咧，即係經阿許冠傑去翻譯同埋修改之後咧，就表達咗佢一啲即係係而家嘅情懷咁樣啦，即係鄉愁嗰啲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筆觸係都幾感動嘅，即係寫得比較感動。譬如有啲地方令到人想起，哇，都好好嘅嘅。即係最先進啊，最多人去旅遊嘅地方啦，譬如鐵塔靈魂，咁咧就係即係巴黎鐵塔啦。啊，富士聳治，咁咧就富士山，啊，日本富士山啊，自由神像唔使多講啦嚇，美國啊最象徵民主自由嘅嗰個雕像啦嚇。咁另外仲有彈島灘岸啊等等啊，即係檀香山啦嚇。咁呢都係代表咧就係即係係啲人最中意旅遊嘅地方嘅嚇，好靚㗎嚇。所以嗰啲咧個人諗到就係、是、哇，好好嘅地方喎、啊、咁樣。但係最多幾句咧，就即係令人哋即刻知道個主題咧，就係豈能及如今在香港啊，或者另一個版本就係在彼邦，彼邦即係指翻香港啊。咁所以咧，成首歌咧，即係啊，好似最初咧，就好似話講世界其他地方點好點靚，或者點自由等等啦嚇，其實都唔及得香港啊。所以成首歌咧，即係係用啲咁嘅即係不足咧，去表達就係啊對。即係嗰個香港嘅嗰個懷念啊，或者嗰個咧係歌頌啊，甚至咁即係我想問你咧，我想問你啊，彪爺咧，呢個係咪你自己首選嘅至愛嘅第一首特別推介嘅先？都冇話邊首。如果以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咧，我已經講咗啦，我有好多有幾首咧係我係好多感情同埋有好多故事喺裏邊嘅。至愛啦，當然我揀嘢係講即撇除咗社會嚇，撇除咗社會嘅奮鬥啊、向上啊、團結之外咧，咁我個人梗係傾向於即係有藝術性啦、有影像性啦，即係同埋即係感情性啦，即係嗰啲咯。咁一陣間先至講，你繼續你個塔靈魂 OK 啦，嘛係咪你嘅至愛？你可以再講。多三幾首噶，你哋都可以講。佢覺得《獅子山下》會更加代表得香港精神咧，彪叔即係。黃霑唔係黃霑呢個就家傳門曉啦，即係代表香港人嘅精神。阿詹叔寫嘅啊，係啊，因為我哋諗下《獅子山下》咧，其實我哋諗下，無論係第一句係橫跨幾代人都會識唱嘅，好多時候，即係包括我啦嚇，即係我都好得成日聽你呢首歌啦。第二隻。你會發覺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喜歡拿這首歌出來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意願，即是譬如說當梁錦松說你是經濟不景的時候，可能他又說獅子山下的精神，叫你香港人搏命一點，或者曾蔭權選特首的時候他又會喜歡說獅子山精神的。但是補充一句就是呢，現在最近這幾年的運動呢，我最想笑啲聲嘅，真係嘛？咁呢個就係反映咗一首歌能唔能夠維持得耐咧？其實佢係一個我哋建構一個叫想像共同體嘅東西嘅。咁呢樣嘢係透過一種叫中介嘅力量啦，即係唔同嘅人佢可以重新解讀嗰首歌詞，因為呢首歌詞本身佢冇一種好具體嘅景象，係講某一個人、某一件事。咁所以唔同嘅政治集團也好，唔同嘅社會人士，佢可以根據佢自己嘅需要同埋佢自己嘅想像咧，去構建呢樣嘢。咁咩叫想像共同體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譬如假設我哋呢三個人，佢哋大家唔識對方嘅，但係我哋都會設想對方咧係有啲共同嘅回憶，係共同嘅生活經驗嘅。即係譬如我可能會幻想啊，麥姐同我一樣咧，咁中意食蛋撻，同埋咁中意飲絲襪奶茶嘅。咁呢樣嘢就係因為大家都係香港人嘅。身份咧，其實就係透過呢一啲歌咧嚟建構一個共同體出嚟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中介嘅力量，構建想像共同體。咁你獅子山其實就係講嗰種奮鬥精神啊嘛，就是、我哋成日講嘅，打頭一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係嘛？即係然後我哋同舟，最終最終呢個 ending 咧就係叫寫啦嚇。不朽的香港名句，冇錯冇錯。我哋講歌詞咧，同埋呢類咧，其實咧，
我哋中間咧都跳咗少少，嗱，鄭國江咧都有噶，讓東方之珠更加光亮，咁嗰一首嘅。咁另外咧就喺特區回歸十中一有年嗰時咧就狂播，同埋啲政府啲官員咧啲慶典咧都狂唱呢個叫《始終有你》啊。咁啊，其實好唔係幾好聽，不如由陳少琪填嘅歌詞就金培達作嘅曲，因為金培達就係十幾年前就扎起嘅一個作曲嚟嘅，咁就同以前即係可能顧家輝佢哋嗰啲年紀大啦，即係話做少啲啦，咁金培達就即係好多時都幫人哋即係電影作配樂，例如即係幾出名嘅叫伊莎貝拉咧，嗰時啱啱扎起，咁啊陳少琪咧就係同小美嗰啲咧就係80年代到就開始填詞嘅填詞人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個氣魄啊或者嗰種優勢咧，就當然同林夕同埋黃霑嗰啲才華橫日咧就有少少即係唔同，咁但係都係小品式，有時都好 touching 嘅。仲有潘元良啦，即係基本上即係嗰幾大填詞人啦，咁樣就就我係想話咧，就係始終有你，就係我都唔明解點解喺回歸唔知11定10年十啊十啊！就狂唱嘅。咁就其中咧就或就係有一句咧就話好好笑嘅，不捨不棄才會了不起，10萬個驚喜讓萬家鼓掌一世紀。一世紀喎，即係話100年喎。咁然後嘅 ending 咧就係、是、香港始終有你，有時咧佢就會唱香港始終有我，咁呢個10年回歸10年咧，係即係係啦，即係政府嗰度咧係取代咗，即係取代為獅子山下，因為獅子山下可能唱太多咁樣啦，咁就都要留意下啦，咁就。但系獅子山下咧，就好明顯係優勝於呢一首《始終有你》好多嘅，俾我感覺上嘅，係佢流行程度都反映咗出嚟啦，即係咁流行，係佢一人答一句嘅，嗰、那個《始終有你》咧，佢係一扎人咁，大家一人唱一兩句咁樣，咁拉集成軍咧，我係啊，成扎歌星喺度唱，跟同埋佢好硬招嘅感覺啊，太過明顯，即係要 sell 一樣嘢咧，反而就達唔到嗰個真正嘅效果，一住其他嗰啲政府宣傳片啊，譬如話打針又點啊，即係話國歌又點。即係嗰啲好難感動人嘅，即係反而咧，即係有時係獅子山下，而係一連串嘅，即係港台嘅節目啊嘛，即係反映啲即係低下層嘅生活，即係嗰個打動人，再加上首歌咧，就先至脍炙人口嘅，所以有時我慢慢去取代嘅嚇。OK，好嗱，咁咧就頭先講開許冠傑，我講一首啦，咁啊，或者哎，我即係會可以講多幾首咁樣，咁我講得多一首算啦嚇。咁都係頭先阿姐提過嘅，就係、是、半斤八兩啊呢一首。半斤八兩咧，即係嗰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是、第一，就係用一啲廣東話入歌嘅。咁喺個 Sam 之前咧，就好少嘅。就算有都好咧，就唔紅嘅。打十隻 Sam 之後啊，如果有啲用廣東話入，不過有例外啦，譬如尹光，不過尹光嗰個紅都同即係 Sam 佢爭好遠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好似 Sam 咁紅咧，就前無古人，後都好似見唔到來者啊。因為咧，阿 Sam 寫嗰啲即係廣東話入歌嘅嗰啲歌詞咧，嗱，據說好多時都有阿黎比得去即係一齊嘅。而黎比得就係即係過冬能手啦，即係用語文嗰啲咁樣。咁兩個合作咧，所以寫啲歌詞咧就係好生鬼啊，好貼地嘅，因為用翻即係廣東話嘅好多啊。譬如頭先講半斤八兩，其實第一句係啦，我哋呢班打工仔，公雞嘴就喂喂，留下呢啲貴上貴，係嘛？即係頭呢先下。已經講咗啦，阿黎彼得咧就係好鬼才嘅。頭先我都講漏咗啦，我就個人咧最中意咧，阿天樂都應該會中意我哋為食鬼咧，阿茶樓齊共賞，兩直播室發飄唱，係啦，阿彪叔都中意啊呢首，係係係，肥仔禮日到眼飛。
使威免腳威，出啦喂！咁咪一啲好即係地道嘅廣東話咯嚇。咁咧就半斤八兩，除咗地道嘅廣東話入歌之外咧，仲有一點咧就好即係令到人哋好有共鳴嘅，特別啲低下層啊。就因為成日啲打工仔咧係受到啲上層嘅嗰個我哋叫剝削啦，如果講馬克思嘅用語啊，或者啲叫壓迫啦嚇。因為咧你揾幾多都好，半斤攞唔翻足八兩嘅。一出咗半斤，你攞唔翻足八兩嘅，咁所以咧就當時好多打工仔咧就唱出嚟，即係即係幫佢哋宣泄啊嘛，啊！咁我自己喺一啲講座咧，即係我唔記得喺同阿天樂講馬克思嗰度，即係有冇講啊？但係好多時候我都有講嘅，就係、是、譬如如果講到資本家點剝削啲無產階級咧，有時咧可能咧唔需要用好多即係詞去形容嘅，即係聲嘅歌詞唱幾句出嚟，哇！就都知道點樣剝削法啦。譬如話啊，即係。揾嗰些少到月底點夠使咁樣啊？不過最係你話係，即係有啲人講煽動性啦，但係其實都係一種情感嘅宣泄啦。夠姜揸槍走去搶，哇！啲即係有啲人覺得好唔道德添啦，甚至啊，但係我睇到即係打工仔嗰個痛苦啊，痛苦到呢個地步就哇，即係打支槍去搶啦咁樣，都係一個宣泄啦，唔係即係唔肯做啦嚇。係半斤八兩，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噶嘛？即係其實。你半斤八兩都已經唔錯噶啦，其實已經係即係，所以我最後佢講嗰個力量咧，就係淨係來住咧坊間買餸嘅口頭禪嘅啫，咪半斤八兩咯。即係其實就話，如果講得唔好聽，咪海軍鬥水兵咯。即係咪咁？即係隔離覺得即係過得去就過咯，即係咁樣。但係即係只不過佢其中裏邊其他嗰啲咧，就係擺咗一啲打工仔嘅即係苦水。咁咧講開黎彼得咧，就好多好曳嘅歌詞啦。頭先我已經講咗整高佛跳牆啦。咁就話，我哋話擴闊大家，或者大家有喜歡呢啲噶嘛。咁另外咧就係嗰時因為許冠傑好中意貓王嘅，就改咗一扎由貓王嗰啲歌嘅變成粵語流行曲嘅，咪呢個咪佛跳牆我都係啦。咁另外就有鬼鬼啊！鬼食泥啊！你手下阿珍已经嫁咗人，即系嗰啲话系啊，嗰首唔系许冠杰嗰首，好几首好搞怪嘅。即系其实有一首歌系咁样唱咧，就佢有一首点解要摆酒？嗰个陈秋霞噶，嗰个唔系广东话，唔系嗰个陈秋霞噶，嗰个唔系把声。嗱，点解要摆酒咧？系原创歌曲嚟嘅，而家我啱啱讲紧，即系话改即系猫王，因为猫王佢唱到系好快、好滚动咧，咁即系黎彼得佢摆啲咁生鬼嘅歌词咧，系好唔错嘅，系啊，即系例如讲咩啊？佢阿爸咩卖鸭蛋咧，个丑又好好笑噶，即系探沟路嘅米亲王啊，葡萄野火抢硬，即系嗰阵时即系七八十年代好新潮嗰时咧，就系话就系有呢一首嘅。我而家讲起先记得啫，即系我冇特登抄低，即系话即個社會開始繁榮咧，即係除咗奮鬥之外嘅個總精神之外咧，都有好多花花碌碌嘅嘢啦。即係話咁，當然頭先講緊即係個個七十年代個時代電視嘅主題曲，我哋都漏咗咧。我個人好中意嘅《浮生六劫》，呢個係鄭國光嘅詞。啊好似新王唱好似系嘛，浮生六劫系嘛？浮生六劫喺其实亚视嗰阵时都有几首主题曲好正噶，《鳄鱼女》咧，即系好似同你嗰啲半斤八两咁上下咯。即系话啲商家大鳄咧，系喺度即系吞晒你哋啲人，然后最后边咧，佢都自己都衰咗啦，因为有报应噶嘛，所以个 ending 叫茫茫然。掉下了眼泪，就个 ending 嚟噶吓，因为我冇特别抄，但系就个人咧就特别中意《浮生六劫》啦。咁呢个系黎小田作嘅曲，郑国江嘅词。郑国江嘅词好多时咧系会好有文学性，即系《浮生六劫》，佢开头就系浮生多劫，是世上乱，常令我似那怒海，
咩失去还望求全，咩为了咩咩难忘片段等等啦，咁就真系佢浮生六劫嘅背景就系讲嗰扎人咧系搭火车由内地落嚟，跟住喺香港点样点样嘅，有啲人有钱，有啲人冇钱嘅故事。你哋冇睇啦，我其实都有睇有睇。因為你佢因為佢你喺 YouTube 咧，有時佢會有得 show 出嚟嘛。而呢啲劇咧，當時咧係毫無線咧係半斤八兩嘅，係啊，係半斤八兩。嗯。如果講嗰陣時嘅回憶咧，其實我特別中意聽一啲咧諷刺或者係反映社會現實電視劇嘅歌，譬如話《誓不低頭》，即係我唔知你兩位有冇聽啦，即係鄭少秋嗰、那個。都有啦。逼我。屈我辱我，即係呢啲咧，或者係啊，難為正邪定分界，即係認真同。係都好嘅。大腐敗。難為正邪定分界。我要的。係啊，嗰個心真係好。嗱，而家講起呢度咧，咁我哋啊漏咗一首，即係嗰個時代㗎啦，就亦都係咁熱鬧噶啦，就係、是、呢個叫做雍正咧，最早嘅雍正啊嚇，報咩真真衣，就大內群英嘅，大內群英嚇，嗰、那個節奏又好啊，然後就係讀時在花間抱月睡。抱住谁？熟悉际遇也真痛。那遮挡大志不能睡。夜夜月光洒清辉。哇！你话呢啲真系靓啊！呢啲词真系，歌词嚟嘅。嗯，所以就所以我系最我同我妈妈好中意许田嗰个童年啦。我哋迟啲讲，定系而家讲？但你要根據，我諗係根據時代嘅演變咯，因為後尾就好快八四年簽署咗要大卓爾夫人跌咗一跤，跌一跤，就有好多移民嘅歌啦，移民嘅嘢出現啦。咁例如卡拉 OK 咧，成日都會唱噶《再見亦是朋友》。那些是現代愛情故事，現代愛情故事都是很有名的 K 歌來的，即那些初初相識，然後即唱唱下就拍戲多上來，但是就再見亦是朋友呢都挺好的，他的歌詞就會說呢，就是明白你處境，我也得接受。即咁嘅意思咯，然後唱到最後咧，就即如果你要移民或者你要離開我咧，我都明白你嘅處境，我都會接受。而家聽起上嚟都仍然好有用。咁然後最後就話再見亦是朋友。咁然後你都知啦，達明一派就走咗個達明一派出嚟啦。咁佢就唱一隻好得意嘅，即今天會很高興。唔知天樂你哋有冇聽過？我就反而嗰陣時，我講緊我就比較仲有講下盧國沾啦。其實你講鄭國光嘅嗰陣時候，因為都我覺得盧國而家講移民潮嘅歌曲。你講移民潮呢樣嘢咧，就因為我反而整一首喎，移民潮嗰、那個整一首喎，就係、是、皇后大道東。係係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阿林夕。皇后大道東唔係啦，皇后大道東係之後噶啦，我睇佢做嘅，我睇佢做嘅九零年嘅啦，而家講係我都話遲啲八年八五年到咧嗰啲移民潮，因為達明一派咧又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樂隊啦，同埋佢哋都自作自彈自唱啦，歌詞都可能自己啦，咁就佢首先都係因為石頭記而成名噶嘛，咁石頭記啲歌詞你都知好有文學性啦，咁但係亦都好適合由嗰陣時起到現在嘅時代嘅兜兜轉轉變化，化作物物物物，即係兜兜轉轉咧就成日變化咁樣啦，咁嗰個就後屘佢就唱
今天會很高興。咁你會很高興咧？點解我又舉佢俾你聽咧？標叔一定會即係覺得可以咁樣即係同日而語嘅，因為佢有講好多地方嘅。馬里在澳洲乜乜乜，有邊個喺邊度？咁佢哋今天應該會喺高興啦，即係話即係啱啱相反，唔係話鐵塔凌雲咁冇香港咁好，但係十幾年之後就變咗佢哋去咗第度，咁佢都好似好高興咁，即係佢其實係嘲笑啦，你知係嗱。其實講翻七八十年代咧，即係除咗阿 Sam 嗰啲歌啊，填得好好之外，其實仲一位仲犀利嘅啊，即係阿 Sam 咧，即係點出名？即係除咗佢識填詞之外，都更加就係佢係一個即係最 top 嘅一個歌手啦嚇。但係真正教填詞而即係個地位高咧，咁一定係阿黃沾啊！即係喺七八十年代一定係黃沾。咁所以咧，我就覺得都阿詹叔嗰啲歌就好值得去講一講啦嚇。咁其實反而咧喺一般一首咧，就可能未必係阿詹叔嘅最有代表性嘅著作啊，或者係最紅嘅歌。但我好中好中意嘅，咁呢首就係問我啊，即係問我一首歌咧，就好有一個咧係文學甚至係哲學意味啊！我個人覺得係哲學意味，即係成首歌咧，其實個中心好簡單，就講我係我，即係最邊嗰句啫嘛，係嘛？我係我，但係寫嘅手法咧，用一啲問句，一連串嗰啲問句啊，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嚇！你一連串問句，咁就一句説一個答案就係。讲一声，我系我。嗱，即系咧，我觉得咧，好有哲理性啊，彰显个性嘅，好有哲理性啊。因为咧，即系一个人咧，最重要就系先有自己先。即系你话咩都重要，当然系，即系我哋同意啊。即系讲啲咩啊，价值啊、道德啊，甚至譬如写啲圣经嘅民主啊、啊自由啊，呢啲系重要。但系最重要、最重要，离唔开每一个人嘅自我啊。咁所以咧，即係你問咩都好，最後就係、我係我啊。跟仲有啲就帶出阿詹叔嘅個人嗰種灑脱嘅性格啦，啊不羈嘅性格啦，即係好真我嗰個性格啦。所以呢首歌我就非常之中意。阿姐都中意係嘛？即係呢首問我。唔係，我想同你講咧，因為黃老詹同我好熟好熟啦，即係佢兩個同我都好熟啦。咁就講下黃老詹嘅故仔啦，佢19岁咧就參加呢個《星島日報》當時嘅業餘歌唱比賽，當時好多人都去參加。我估我有時嗰陣時細個睇報紙都睇到嗰啲Teddy Robin 啊、蓮花樂隊啊，你知蓮花樂隊係指邊個啦？許冠傑佢哋啊嘛，係咪啊？咁啊，嗰陣時仲未有温拿嘅，不過我哋頭先漏咗講温拿，而家補一補，佢係存在嘅喺70年代。黃老詹又去參加喎，因為其實就係、是幾值得歌頌咧啊！佢當然係只係攞到12名之內定係咩咁樣？係當然攞獎嗰啲，你知邊啲啦？頭先講咗啦，咁但係咧。要分析當時的社會就是很有趣的，就發現這些攞獎或者曉得彈唱吹打的人呢，他是那些叫做什麼男女中學啊，什麼聖保羅男女中學，因為那些這樣的英文書院呢，那時呢他們都很注重給他就是音樂的啟蒙和訓練的，那就所以後期他就主要佢跟阿梁日超學吹口琴啦，咁即係我都有俾過嗰條片啊，黃沾即係訪問翻佢老師梁日超一齊吹口琴啦，佢真係識吹嘅，咁就嗰首樂曲咧都係梁日超啊，蘇花梁日超都係香港人認為一個口琴大師嚇，咁就。就是梁日超自己作的叫《农家乐》的，然后他以前电台呢就每日定是几日呢都有这个节目的，那个开场曲呢就是那个《农家乐》。那么黄老詹第一首即是可能被人家订给他或者被枪主处他或者他自己喜欢，因为所有填词的人都是很不幸或者不知道什么时间呢那就要赶的，那你知不知道第一首填词的是什么呢？我的资料显示一下，我找到的资料大家都要找一下资料的，就是他填给邓丽君唱的，
忘记他，所以忘掉了一切。你講阿阿詹叔早期咧，係佢早期好似係用嘅係筆名，即係係唔係用紙名喎？好似叫劉傑喎，係咪啊？阿麥姐，佢最初出個名叫劉傑，係咪啊？邊個啊？阿詹叔啊，最初出個名叫劉傑，因為咧喺街市嗰陣咧，呢樣嘢我冇問佢啊，講佢叫黃湛森啊嘛，然後阿媽成日話佢掛住吹口琴咧，就指住出殯啲樂隊，即係舊時出殯咧有樂隊噶嘛，咁佢就話你咪學咯，將來你咪喺嗰度吹咯，即係舊時咧就係、是。六十年代真係，如果你玩樂器咧，真係啲阿婆阿媽咧會話你做 D 打佬嘅。咁啊，而家唔同啦，而家咧揾槍指住啲細路去學樂器啊。係頭先我講話啊，即係阿詹叔咧，最初早期咧，應該係就街市有幾首歌佢寫嘅。我個人唔知，即係佢唔係用黃沾個名，佢係用劉傑個名。呢、这個同阿麥姐有時啊用秦楚個名一樣啊，即係都有時 B B 用翻自己個名，特別係早期嘅時候咧啊。多謝你提我有秦楚個名，因為我如果講呢首歌詞，我填就嚇秦楚咁啊，係你。其實我用秦楚寫散文嘅喺《星島人》哦。哦，所以作曲都作歌詞都用翻啊秦楚嚇嚇。其實阿詹叔好犀利嘅，佢用劉傑個名寫咧好早期嘅歌咧。已經好犀利，因為街市嗰時咧，藥台嚟噶嘛，啱即係最細啊，即係有麗的啊，有無線。咁但係佢填咗幾首詞之後咧，哇，就即係蓋過曬啦。當然加埋個電視劇好睇啦嚇，就咩咧？就係金庸小説改編嘅嗰幾套啊，包括就係《射雕英雄傳》、《鐵血丹心》啊。你講唔係唔係啊？《雪雕》《恐怖功》《十八掌》一出力我看我呢、這個呢、這個啊，好早期啊，街市有咧，仲有誒恩尼，恩尼同埋羅文咧鬥。我只口水飛走啦！萬世間，嗰個後嗰啲係啦，嗰個無線嗰只咧，嗰只成日演唱會都唱嘅啦。係啦，無線嗰個後一啲嘅街市咧，仲有一個《神雕俠侶》又係佢寫噶嘛，即係阿詹篤寫嘅嚇，即係係。即係嗰個調咧，根本就同《射雕英雄傳》一樣啊。不過咧，將佢改到咧就係慢啲啊，即係抒情啲咁樣。咁呢個又係非常之好聽㗎。所以睇到阿詹叔咧嗰個即係寫歌嘅嗰個功力好犀利嘅。嗱，因為嗰啲武俠電視劇好多都係出自佢嘅手筆啦。即係頭先阿麥姐講，譬如無線嗰啲啊，啊，即係又射雕啊、神雕啊、街市到無線都係寫㗎啦。咁另外咧，頭先亦都提到譬如《書劍恩仇錄》又係寫啦。咁做一首咧，我經受到就係嗰個咧，我頭先最早嗰時講自己印象，即係電視主題曲《脍炙人口》咧，即係紅花會好結，嗰個唔知係咪黃沾寫啊？我冇研究。黃沾寫嘅，黃沾寫嘅嚇。飛閃萬里，問我寒光山，世將滿濃烈。係，即係無線有鐵三角噶嘛？無線嗰鐵三角咧就係作曲顧嘉賓。電視黃沾啊，咁另外咧就係啊，仲有邊個？即係作曲電視啊，主唱就通常阿羅文咁樣啊啲。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盧國沾都應該要提一提嘅。講喺八十年代嘅盧國沾，佢十三四歲就已經用筆名咧，就喺青年雜誌嗰度發表自己啲作品㗎啦。咁佢其實1949年就喺上海出世，咁啊。然后咧，佢有一首歌咧，我印象中就比较深入。每当变幻时，因为咧佢就如情侣，你我暗中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是退。咁即系嗰啲人咧，呢、这个世界入边嘛，系比较少嘅。咁最后佢一句最过瘾嘅，石头他朝成。翡翠，咁應該就係講香港嗰個股災之後嗰啲小市民嘅諷刺心態啦，即係啊大起大落，石頭變翡翠，所以如此撈飯咧，轉眼間可能又變翻條石頭，一無所有噶咯喎。其實有時都幾感嘆嘅，好似我哋七八十年代已經唱緊一啲以後嘅感受咁樣咧。石頭變成嘅，而家係翡翠變咗石頭。謝啦，或者再見電視朋友。係係係。係
就頭先我講開阿詹叔啦，即係話佢啊，即係嗰啲武俠小説啊、金庸嗰啲啊，即係改編啊，即係成電視劇。咁咧好多時咧，主題曲都係佢即係填詞嘅咁樣。咁唔單即係電視劇，電影都係啊。咁所以咧，佢一首代表著作咧就係《滄海一聲笑》啊，真係犀利啊！一講出嚟，滄海灘，雕叔，我以為你講上海灘啊，未去到嗰個時代，未去到滄海一聲笑。因為而家講阿詹叔，咁啊上海灘又係阿詹叔嘅，咁就唔係武俠小説啊。搞笑嘅，因為佢。佢好彩啊！嗱，你聽我講啦，而家去到講填詞嘅時間啦，即係點樣係俾人擁入廁所三環門鎖住嗰種。咁咧，顧家輝同佢好老友啦。咁嗰時即係明知佢忙好多嘢搞啦，又掛住玩啦，即係吹水飲酒食煙啊咁，即係見到會掹住唔放噶啦。咁咧就俾七日佢，哇！我未聽過有七日咁長。時間俾你填詞嘅，點知我仍然係掛住玩喎，到咗佢即係到佢夠期咧都未填喎，顧家輝打電話去，顧家輝同阿黃沾係兩種人嚟嘅，顧家輝咧就文質彬彬，微笑微笑嘅，黃沾咧就哇梁山好漢，你知啦，咁佢話哦咁樣啊，咁點算咧？你俾啲時間我啦，咁今晚啦，今晚啦，咁佢又搜索孤場。即係行嚟行去啦，煙都食咗半包啊，肯定麻爛地又飲咗一兩杯，咁咧突然間咧就要去廁所啊，踎塔，踎啊之後咧，哇一唱通咧，突然間有咗啦，用二十分鐘就寫咗呢個浪奔流。嗱呢個佢自己喺訪問度都講嘅。其實我博懵㗎咋，食住嗰啲陰味，其實見到沖水廁所啦。噗一聲佢就有呢個浪，跟住即係其實填詞咧就係咁嘅，你捉到某一句好食詞好食音，然後咧你可能就幫佢砌翻前後嘅，咁呢個係真係有嘅。咁佢見到噗一聲沖刺咧，佢就諗起浪奔浪流，但係佢就自己話其實佢有時冇去過黃土崗嘅，佢話佢其實。所以佢話佢都唔知道有冇浪，係啦，佢自己都唔知嘅，佢話佢自己都唔知係咪真係有浪，查咗成晚都查唔到啊！後來佢甚至講翻啊，即係佢後來咧去上海咧，好多人識上上海灘嘅，即係當地啲人，即係睇到幾犀利啊！佢去過上海，哇！但係都好多人識上佢上海灘咁樣啊。咁咧就然後先至仲有到好多嘢啦，即係話佢後來幫啊徐克嗰啲武俠片，係啦，你頭先標叔講嗰啲書劍啊，或者係倩女幽魂啊嗰啲，就係又作曲同埋係填詞啦。咁其中有一首好有趣嘅就《盜盜盜》，即係嗰個道士嗰個出場嘅時候唱嗰個市道得驚啊，道可道非常道咁嚇嚇。係啊，咁然後先至到佢差唔多二千年接近二千年嗰時，先至有《滄海一聲笑》。最早嗰時候佢可能作起咧，啱啱有扎人喺度，即包括羅大佑，咁所以咧就會話係佢哋一齊上嘅。咁但係阿羅生咧，佢就作曲好正啦，但系佢真系唔夠聲咯。佢有一次演唱會又唱《滄海一聲笑》，唱到氣來喘，標叔請阿標叔自己上去唱，話標叔一開口已經冚出嚟。標叔好得意啊，唔係阿詹叔。我覺得好得意。其實我哋以前叫佢黃老尖嘅，咁我另外有一個講國語嘅朋友咧，就成嗌佢黃老尖啊，咁跟住話嚇叫我黃老尖，係咪有尖酒飲啊？我哋講得咁耐，都係時候要分享下麥姐你嘅填詞經驗咯，即係《海上花》都係九十年代初，係嘛？我哋呢個《天若有情》嘅《天若有情》九十年代初啊，全部都係咁啦。我都係嗰一兩年嘅，即係咁巧嘅，即係就好似俾人擁入廁所閂埋門嗰只咯，即係令我好羨慕阿黃沾咧有七日啦。咁當然佢好有才華啦，一衝刺就啲
啲文句又咁正，衝刺而出啦。咁我就比較好彩啦，就有阿羅先生咧，係咁望住你，係咯，即係，喂喂，有冇啊？有冇啊？即係我氣俾人問咗喺嗰度咁咧，然後話。真需要我彈吉他俾你聽，我話唔使你不斷播得噶啦，咁樣即係話，就最慘就係海上花咧，就係、是、一個好核突嘅例子。就我想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嗰首歌有國粵語版咧，而人哋淨係知道比較流行咧係國語，咁你就知道國語寫得好啦。咁粵語差啦。咁呢個係夾硬嚟嘅，咁我冇黃霑咁好經驗，同埋就即係唔係好叻，即係揞啲嘢出嚟啦。咁佢又唔寫俾我睇喎，佢用口噏喎。我話你本身嘅國語係點樣㗎？咁話是這般纏繞的你，粉碎我的夢想。羅生咁樣唱啊，似這般。咩輕柔的你粉碎我的夢想咁樣開始，死啦！好考你啊，鬼唔記得乜嘢，你自己去查啦。真係學唔係好正，不過佢話明天就要唱，叫你死啦！咁啊，即係一個係冇乜經驗啦，又冇時間啦。咁但係天有友情咧，亦都係一樣嘅，就。其實他本身是寫著李默、李健達的，那啊，他就叫李健達幫他填，但是後來他book好曬錄音室啦，而他找到歌唱比賽贏了的袁鳳英，他看好他好好聲，就喺度，即係舊時book個錄音室是很貴的，咁就點知打開咧，原來是很多都未空白的，嗰時係我最記得是三點。半夜三點，你可想而知，我成日係半夜都會有人嚟求救，佢話你趕快來幫忙一下啦，因為佢知道我國語轉粵語，粵語轉國語係好嘅，咁你冇辦法啦，咁你即係良心好漢，你咪去，跟住就係、是，成扎人望住我咯，即係啲助理啊、啲錄音室啊、同埋袁鳳英啊咁啊。望住你咯，咁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睇住我咧？咁我就弹俾你听，唔使啦，你不断播得噶啦。啊，即系最难嗰个啦，就系得得得得。佢本身咧就系亦都好拗教嘅，佢本身国语就系飞去飞来飞不断，即系飞去飞来飞不断啦。飞去飞来飞不断，哇！尤其是许昌咁沉，跟住我谂咗好耐，突然间。想到過去你曾沉默過，哎呀，依度一通咗就好開心啦，因為嗰度係成四句啊嘛，即係依個係可能係令到即係趕時間嘅時候，前人咧佢胃痛都諗唔到嘅，但係即係話你不斷 loop 咯，即係話其實以前八十年代初我都有又係俾人執咗啲。歌詞叫我學下填啦，咁就包括羅文嘅嗰時係國語歌嚟，羅文嘅嗰個春雨，我自己同羅文都好中意嘅，好散文詩。咁就同埋日本嗰個陳美玲嘅一個日本歌，就我根據佢個日文咧，就佢話阿拉達唔知乜嘢，咁我就整咗係心情如海的眼睛，用國語嚇。深情如海的眼睛，佢唱得好好听。咁咧，当时我点样填咧，佢都系得三四日到啊。我嗰阵时有一次，好似应该系打麻雀啦喺屋企，打足成日，因为个就系成日播住嗰个 melody 嗰个歌咯。到打完啦，知道够钟咧，咪即系捉到几句咪执落去咯。所以话其实。我坦白講咧，我一啲都唔覺得 proud， 可能係我自己亦都冇全心全意要發展呢度啦。嗱，不如咁啦，因為我哋咧即係差唔多時間一半啦，最好又聽下歌係嘛，即係可以休息下。同埋咧，即係唔係聽咩歌喎？唔係聽其他歌喎，係有關我哋頭先講嘅，就阿文姐咧，即係頭先即係提過嗰首大作《天若有情》。
咁我哋咁好彩咧，亦都揾到咧就係即係電影嘅啊嗰個版本，同埋有埋歌詞嘅。咁我哋播一半啦嚇，一首歌即係有成三四分鐘咁樣，我哋播一半啦嚇。好，咁我用分享嘅模式啊，即係大家即係大家休息又睇下歌，同埋睇下阿麥姐嗰啲歌詞，即係頭先。如果既然是这样呢，希望你们一阵间讲你喜欢哪一句，我也都会告诉你听，我就是虽然这个不是我的范本，但是即都唯一这么好彩，即是他很多天时地利人和流行了，那我其实其中呢都有我喜欢的句子的，很有意思的句子来的。好啊，那我们先播一首歌先啊，是大家即是留心睇，留心听。问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此心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回。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这首歌就我自己最印象最深呢，或者我比较喜欢那句呢，就是青春请你归来，再因为我中意呢句系点解咧？就因为佢有个拟人手法，即系将青春可以睇成系你咁啊，即系当系一个人咁，可唔可以翻嚟再回顾咗先？同埋整首歌佢个旋律嗰种凄美同埋配上啊，或者呢首词咧，我有一种感觉，好似啲宋词咁啊，即系无可奈何花去已残。冇啊，唔系啊，有几句本身系李健达写咗噶，例如讲一开头。原谅话也不讲半句，那官身明是期待。即其实我执翻落去啲嘢咧，亦都要联系翻佢原有嘅句子啦，唔好嘥啦。你要从头写得两个钟，系我咪讲系三点几我去到啦，结果五点两个字啊，袁凤英就可以唱埋，唱到七点天都光晒，咁佢话请我哋食个早餐，就光唔归家瞓觉。即你可知你一直都是成日一个通宵的工作者。咁阿彪爷唔知话中意边句咧？系嗱，呢首歌咧，即我觉得咧，如果连埋套戏，即系嗰啲片段去睇咧，就感触好多嘅吓，因为佢亦都即系大致都配合翻嗰个情调啦，即系一种即系好似失去咗啊，冇得再有翻啊咁样。咁咧就我欣赏就系、是、即系。嗱，裏邊咧就用話冇乜蘇心嘅詞語啊，或者好即係典故嗰啲，咁而係好簡單講翻出咧，就係即係對愛嘅嗰種，即係係有由有到冇，即係好失去嘅嗰種，即係係無奈啊、悲哀啊咁樣啦。即係反而我覺得個情感好真摯，即係多過係話即係當中用啲咩嘢啊，即係典故啊，或者用啲好華麗嘅詞組咁樣啊。咁啊，特別即係配合翻套電影，又好動人嘅，我覺得呢成首歌嚇。邊個句子？唔記得。
句子我就冇特別話邊啲句子喎、啊，咁但係頭先你提嗰啲我都即係中意，譬如最尾嗰幾句啦嚇，譬如話係啊，此世短暫，轉身步過，消散了的空間。哎，多謝你。哦，真㗎。此世短暫，轉身步過，消散了的空間。嗱，邊個咧？當中有個古仔嘅，當時我寫到寫好曬之後，我就同佢哋同阿羅大友講，轉身步進消殺了的空間，定係步過咧？佢兩眼一碌，當然是步過嚇，步過誒嘅即係，唔係步過咧就消殺啊嘛。其實即係我當時個靈感咧都知道阿羅生咧成日用啲虛無縹緲嘅字嘅，所以我就諗到消殺了的空間，其實好虛無嘅，但係又好似好有味道咁啦，咁就因為佢食住此世短暫啊。而你知唔知呢首主題曲咧係咩時候播嘅咧？就係嗰個吳善年咧跪喺教堂面前，即係佢咪好多人中意劉德華好英啊嘛，攞起個垃圾桶就喺中環嗰間名店就掟爛個玻璃，即係半夜啊，就攞咗嗰件婚紗咧就拖住吳善年咧去教堂話要同佢結婚。咁然後就點知佢收到個 call 咧，就吳孟達叫佢落去，即係要劈友。咁咧就咁佢叫佢喺呢度等我，好快翻嚟。但係佢等到好耐，即係兩三個鐘，覺得好唔妥。咁佢就自己即係跑去揾佢啦。咁鏡頭就影佢喺東區走廊。阿陳木勝嘅第一套戲，因為陳木勝以前都係幫阿成龍嗰啲動作片咧有做到，咁所以佢好。好大有氣勢嘅，咁就佢舊年過咗身啦，即係未夠60歲，非常之可惜嘅一個好有魄力嘅導演。咁嚟東區走廊就喺度跑啊，冇曬車，咁然後佢拖住個婚紗長裙咧，係成個東區走廊即係跑啦。咁即係嗰啲當然唔係跑曬全程啦，電影入。咁然後就當佢跑到去嗰時，阿華仔就身鮮血，咁佢就攬住佢，即係當佢跑嗰時候，到佢攬住佢一身鮮血嗰時候咧，就係、是、出呢、這個此世短暫，同埋青春請你歸來，即係佢，即係再伴我一會一句，佢已經即係啱啱話結婚，但係佢已經死咗，咁佢嗰啲鮮血就染上佢個婚紗。所以為配合埋套電影就好凄美啦嚇，即係我話即係淨係聽歌，如果咧係即係冇睇套電影，冇配合嗰個情景咧，就爭咗啲人，即係打咗折扣。但係啊，睇埋電影配合埋即係嗰首歌啊，睇埋阿麥姐嘅歌詞，哇，咁個感受又好深嘅，即係呢套都係即係好著名噶嘛，劉德華啊同阿吳善年咁樣啊，同埋係都好賣座嘅套電影啊。咁我有問佢嘅咩時候播啊？咁嗰個主題曲啊，咩插邊度？佢話：哦，那個男主角快死了，那個我就跑去抱着他，我就知道，所以我咪諗到嗰啲過去你曾尋過啦，即係過去咧嗰時係即係已經加 ED 噶啦嘛，咁就所以我會係即係好迅速地。就咩咯，咁就我其實都好喜歡佢呢個 melody 嘅，但係我最初聽嘅時候咧，即係我甚至唔知佢個國語歌詞點擺嘅，我聽到咧就覺得好似一啲連綿嘅山頭同埋山上嘅原野，即係平原咧，山上邊嘅草原咧就有個牧童咧，即係好似嗰啲。吹笛嗰啲咧，即係好似一個孤獨嘅牧羊人啊，吹住嗰個笛咧，喺度獨自咁樣行個感覺，我嘅感覺就咁嘅。點知原來係後屘係死鬼咗，陰公啊呢個。一路揸住電單車一路流血啊嘛，最後屘就係遮毀人亡咁樣，係啦，都凄美啊個。我觉得是
係真係好難得嘅一個帶有文學性又有禪佛啊，系系系。你唔阿林子祥咧係好叻變聲嘅，你成首咧你會覺得佢好似一個類似任劍輝或者徐柳仙嗰種即係聲音咁樣，佢輕柔到佢唱得真係好好，而且我亦都話係以我自己嘅水準同埋口味嚟講咧，就係一個真係好好嘅佳作啦。咁因為佢林子祥咧一開頭好輕，連是我的唔係連葉正翻動咁樣嘅，即係但係點解我話佢係好經典咧？同埋我有好深嘅感情喺度咧，就以前我又係三更半夜喺度寫嘢啊，或者乜嘢。我有一個好壞嘅習慣嘅，我聽開嗰首咧就永遠再聽嗰首嘅。佢其實一隻唱片嚟嘅，佢係第一首咁舉例咧，到佢播完我又擠翻落去再聽，即係佢嘅。咁啊聽咗好耐，三兩個鐘，忽然間半夜3、4點咧，我媽媽就打開道門出嚟去廁所，跟住佢好認真咁同我講：，首歌好啲詞又好。咁呢個唔止，但係後尾咧，我媽媽嘅喪禮咧，我就揀咗一啲歌啦。咁就呢一首就亦都係為佢而喺靈堂嗰度播嘅。咁即係當然，佢之前仲有一首咧，就係嗰個 BG's 嘅 Words 啊，字啊，即係 Smile and Everlasting Smile 啊，即係笑一個永恆的微笑咁樣咧，就即係即系想歌颂妈妈嘅微笑，咁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每一句歌词咧都好到不得了，即系话佢举例啦，我就最中意咧就系、是、每朵花都笑着开，好比仙子降落俗世中，咁啊青青散下想芳容，花的深处我笑着晚风，咁啊。好比唔知乜嘢，我都揾唔到我寫低嘅。好比沐浴在佛法中，就不管洁白与嫣红，我调乱晒啲次序。但系咧，就其实我又觉得咧，真系好可以比喻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个名就有个数字，佢个人，佢同我好唔一样噶。我之所以变成咁反斗咧，系因为佢太过恬静。你问飞哥都知噶啦，佢妈旧时啲同学咧叫佢做林黛玉，但系你点可以喺我身上揾到一丝林黛玉嘅气息咧？嗱，呢啲就系咧，有时啲下一代咧，啱啱做佢相反嘅嘢，咁我妈真系。好比仙子降落俗世中，佢真系好高洁，但系佢唔系好靓，佢唔系好靓，系即系咁啦。就我真希望你即系播啦，因为我本身都好想即系讲晒成首歌词，因为佢真系好精心练到。可以嘅，可以。就系呢个水中年咧，就系、是、佢其實本身咧都有好濃厚嘅所謂廣東文化啦，因為佢本身嘅曲咧係由嗰個渔舟晚唱，即係噔噔噔噔嗰個嘅，啲中樂團有時都彈嘅，係由呢、這個即係呢啲曲啊，嗰啲小曲啊，例如講《卧馬遥铃》啊、《雨打芭蕉》啊等等咧，咁佢呢個係渔舟晚唱，就好多人咧都可以係將佢arrange 咗之後咧，可以重新再擺即係呢啲新嘅嘢嘅。咁、其實同期間後期咧，盧國沾都寫咗詞咧，就俾阿許冠傑唱嘅，就係、是、又用呢個渔舟晚唱嘅。令每朵花都笑着开，开于初夏中。花的心也露笑容，
是我心中的一切幻想，不管它幻与空，清新花气随随送，星光里觅我的梦，不分洁白与嫣红，千朵鲜花笑着为我开，好比仙子降落俗世中，轻轻泛舟过水面，清清散下想芳容，花香之中我看着晚空，朵朵鲜花似在佛塔中。要讲这个差不多九十年代红霸很久的林夕了，不过其他都有，即是林陈少琪啊、潘元伦，仲有一个叫 Wyman 啦 ，Wyman 佢啊，真系 Wyman 嘅，佢填嗰个嘛，嗰、那个九二应召女郎嘅主题曲啊嘛，唱红咗李慧敏啊嘛，即系话叫做入道刺入你心嗰首啊，即系唔记得个歌词啦，即系咩女人，即系哇嗰啲女人对于害佢嘅男人嗰种憎恨咧，就系、是。哇，好淋漓，好好細膩。係，咁頭先就講下林夕啦。林夕之前其實都可以睇一個嘅。頭先我話睇一啲唔算係大家，嗱佢歌唔算即係填詞唔得多。咁但係咧就好脍炙人口嘅啊。咁我講想講邊個咧就係、Beyond。Beyond 其實最重要係黃家駒啦嚇。黃家駒佢其實填嘅詞多嘅，因為佢後生啊嘛，好早死咁樣。但係嗰幾首歌咧，其中有啲真係又可以成為港歌嘅嚇。特別就是海闊天空啊！呢個一講出嚟，近後生仔又幾乎個個識唱噶咁、啊、但係其實當然佢仲有好多好多歌啦嚇。咁、啊、即係譬如我最開頭其實我都即係係比較年青啲嘅時候啦、啊、都已經好中意。譬如《真的愛你》啊，個歌仲冇愛人咁樣。嗰時都對 Beyond 王家駒好刮目相看，因為通常啲流行曲係比較商業性啊嘛。啊，即係嗰啲係愛情啊，啊或者武俠劇啊，即係電視劇啊嗰啲。但係話你歌仲冇愛咁樣，哇！呢一首咁樣，所以咧就好特別，好特別嘅嚇。不過後來咧，聽佢個《海闊天空》咧，就哇更加另眼相看啊！呢首歌唔單止當時已經係即係好熱下啦嚇，即係攞咗好多咩十大金曲啊嗰啲啦，甚至到今日，特別係呢幾年，哇！基本上即係可以咁講啦，基本上係任何嘅社會運動都幾乎聽到嘅，即係播嘅，譬如。即係我哋講自殺運動啊，或者係反修例啊，即係好多大集會都會播，甚至咧，即係有時聽過都好感動。嗱，呢首歌咧，好多人唔知啦，以為係一個即係講社會運動嘅，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始終都唔係講社會性嘅，即係反而到咗後來嗰首咧，就反而係啦，譬如《光輝歲月》，咁好多人都知道係歌頌曼德拉，就講個比較社會性。但其實咧，即係《海闊天空》咧，佢就唔係反映啲社會議題嘅。佢最初真係表達翻 Beyond 佢哋自己一啲嘅諗法，因為當時咧佢哋係初出道啊，即係亦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其實亦都一段辛酸啦嚇，即係話出道一段時間咧，其實都係冇人認識咁樣，所以咧佢哋寫《海闊天空》呢、這個主要係黃家駒首筆啦嚇，咁咧就成首歌咧就係好講出就係嗰種，即係雖然我哋唔出名唔紅冇乜人識，但係我哋要堅持。特別中間嗰幾句咧，後來咧點解即係啲社會運動就我嚟播咧？就因為係有一種嘅即係對理想嘅堅持啊！嗱，呢幾句我諗個人識唱啦嚇。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我會怕有一天會跌倒，放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我會怕有一天你共我。基本上咧就好多嘅，或者佢咧係仍然自由自唱，永遠高唱我歌。歌係啊係啊，呢個係。嗱變咗咧，即係本來係歌頌一啲即係理想嘅嚇，即係但係後來咧，俾人覺得就係、同我哋堅持自由啊，爭取民主啊，即係其實嗰個精神係一樣嘅嚇。即係變咗後來呢首歌咧，
就成為社會運動，哇！幾乎咧即係近幾年個社會運動必唱嘅一首歌咁樣啊。咁啊，時間亦都代表咗特別係黃家駒啦嚇，代表咗年輕人。其中佢有一種即係追求自由嘅意思啦，同埋話即係最好係哪怕會有一天會見到。咁但係咧，我而家想講下咧，就係黃家駒其實佢第一首即係成名嘅歌咧，係嗰個嘅就啊。其實黃家駒咧，我而家暫時未立到，因為歌名我唔記得咗。咁咧就大地啊，係叫大地啊。咁佢嗰時咧，為咗繼續唱歌同埋即係有樂器啦，同埋乜乜乜啦，即係話，因為佢幾個人又要練啊嘛，就試過一日打五份工，所以佢可能身體差先跌倒死藥嘅真係。唔係，大家有冇諗過林夕其實唔係叫林夕嘅喎，應該係叫做梁偉文嘅喎。係佢真名，佢真名。兩個偉文啊嘛，所以咧，即係最勁一個梁偉文，一個黃偉文啊，香港就兩個偉文啊嘛。咁以前咧就叫文仔嘅，啱啱出道嗰陣時。咁咧就後來咧，即係呢個叫林夕咧，個夕字咧，原來就係佢睇《紅樓夢》啊，《紅樓夢》咧嗰個簡體字嘅夢字咪上面就個林，下面就個夕啊嘛。咁所以佢就乾脆就筆名就叫林夕。咁咧，咁咪係啊！我見到佢嗰時咧，就嗰時佢好細路嘅啊，而家唔知做咩變咗個肥佬係。因為阿羅大又唔嗌我填詞啦嘛，三更半夜有事就揾我，然後就無事夏迎春就請咗佢做佢御用填詞人啊嘛，嗰時最早係。咁我又見到佢話嚇林姐，佢又叫林姐，因為我哋有一個同我差唔多同輩嘅寫嘢嘅人又叫林姐，係寂寞嘅寂嘅。差咁遠呢個啦，係啊，都有啲長文論文寫嘅。咁我都講咧，就係家驅咧嗰首《大地》咧，就係好特別嘅，即係嘟嘟嘟嘟嘟嘟，即係講咦？點解我唔見咗啲歌詞嘅？阿爸咧就望佢啊係在那開在那些開放的路上，踏碎過多少理想，在那高掛的臉上被剩了幾多秋風秋雨的度日，秋風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時迫不得已的暫別話別，沒說再見。會問嗱呢句好有名啦，我成日聽到。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係呢個係啊係啊呢個係啊呢個係。感覺一段段，但日落日出永沒變遷。回望昨日異鄉那門前，即係嗰時咧，可能都係要有移民思想。咁咧就係話啲人覺得咧佢呢個好好咯，即係話講阿爸啦，啲老樹啦，一啲。即係唏噓嘅笑容啦，但係即係唏噓嘅樣子啦，但係佢告別咗出去闖嘅時候，咁咧就幾有趣嘅，因為咧後來阿林夕啲人叫做夕爺啊嘛。喂，而家講黃家駒依首啊嚇，大地啊，我知，你講埋先。得，講完啦。講完啦，係咯。你而家講翻林夕啦，咁。所以咪就係補充翻呢樣嘢啫，即係我就話嗱，開頭就話叫未成名啲人文仔啦，後來叫林夕，後來點解叫夕爺嘅？咁就因為阿餘真有一次開會就係即係嗰陣時咧，唔係開頭咧又叫夕哥嗰啲人，咁啊阿餘真就喂，點解唔叫夕爺啊咁？咁呢個咧，所以後嚟叫夕爺，就等於我哋將個彪叔咧升格到彪爺嘅道理一樣。咁咧，阿麥爺啊，不如叫彪爺夕爺，彪叔啊，都唔奇啦。我哋啲開啲都係咁啊，就彪叔，阿彪叔係貼地嘅人本情懷嘅。我講啲真實嘅啦，即係話幾年前咧，佢哋十年八年前到咧，佢哋有個演唱會。唔知喺台灣定喺邊度，咁咧就嗰個演唱者咧就嗌阿夕爺唱上台喎，跟住話阿羅公你都上台啊，即係羅大佑，佢話係啊，我哋而家升曬級啦，做曬阿爺同公阿爺，
我就是罗公。所以都是唏嘘的。是升格做即係席爺咧，就係、是、可能成咗名之後啦，即係個地位高咗咁樣。但係林夕都有，好似頭先講 Beyond 嗰啲係初出道都不得志嘅。所以我咧即係最初留意阿林夕咧，就係、是、佢一首即係成日都流行嘅當時，但係就歌紅但係人唔紅嘅。咁首就係別人的歌啊。咁首歌首歌就即係好好嘅，因為係寫一啲特別嘅點啦，即係以前好興㗎，即係而家好似已經少咗啦。但係以前啲歌手咧。即係點樣？即係先至紅咧，要好有機會嘅，因為好難㗎。即係好多嗰時啲夜店咧，都好多歌手唱，但八中可能無一先入到去即係電視嗰度啊唱到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阿林夕首別人的歌咧，引起嗰啲即係夜店歌手好感動嘅，因為唱嘅歌咧唔係唱自己嗰啲，係唱別人的歌啊，因為你自己唱自己歌冇人中意聽嘅，同埋喺嗰啲譬如酒吧啊夜店嗰啲咧。咁啲人唔掛住聽你歌噶嘛，喺度猜妹啊，喺度講笑咁樣，所以好難受嘅。咁成首歌就講出呢種即係做一個啊唔紅嘅唱別人的歌嘅歌手咁樣嘅歌。咁所以當時就諗到林夕首歌好好咁，但係當時佢都係好成名㗎嚇。反而咧，因為成名咧就係頭先阿麥姐提，佢係做咗阿羅大佑嘅嗰、那個。即係御用嘅。佢咧就係嗰時羅大佑啲歌咧，佢都填得好文學性嘅，好幾隻嘅，即係話即係可能有啲國語啦。咁但係就話後期咧，就我最喜歡嘅咧，你又係我個人口味啊。最喜歡嘅咧係一首叫《紅》啊。咁點咧？呢首即其實嗰陣時你過海會見到好大個海報嘅，阿哥哥張國榮個演唱會就叫紅張國榮演唱會。咁佢就著曬裙咧，如網襪啦，同埋最特色係一套紅色嘅高踭鞋嘅。咁喺呢紅呢一首嘅 MTV 嗱，MTV 咧就係、是、除咗呢個紅之外咧，我好喜歡嘅一陣間會講咧，就係、是、嗰、那個叫做。壯心即係阮玲玉的主題曲嘅，由楊鳳英唱一陣講。咁但係而家講紅咧，就係、是你揾啱一個 MTV 咧，佢開頭咧就大特寫哥哥隻腳咧係著住網襪，然後紅色嘅高踭鞋。咁然後嗰首曲咧就好特別嘅紅，猶如蔷薇任性的結局。哇！呢啲新詩真係好，啲嘢唱得好特別紅。由如蔷薇任性的结局，唔知乜乜乜啲，即系好，即系唔系话好古老嘅旋律嘅，咁就即系讽刺即系任性啊，类似卡门啊，即系嗰种嘅古仔。呢首真系好值得睇，咪即系一个好好嘅歌词，即系林夕啊吓。咁我哋都要講黃偉文啦，黃文有兩個啊。林夕嗰度，我想補充一下先，因為阿麥姐就比較中意阿林夕頭先講啊嗰啲歌啦。但其實林夕有一首歌咧，係自己心水噶嘛。係啱啱啱啱。咁咧就我自己嘅心水咧，就即係我估計都係好多人嘅心水嚟噶。點解咧？因為呢首歌咧就係林夕同阿羅大佑係第一次合作，但唱到皆知韓文嘅。啊！咁咩歌咧？就係《皇后大道東》呢首歌啊！呢首歌咧點解咁佳作文咧？即係第一就係林夕係作俾阿羅大佑啦嚇。而羅大佑咧同阿蔣志剛咧就係唱呢首歌嘅。呢首歌點解會咁紅咧？就啱啱反映當時移民潮，即係頭先阿麥姐講話移民潮，我即刻諗起《皇后大道東》，不過就後過頭先你提嘅嗰個年代啦嚇。咁呢首歌咧，即係嗰陣時咧唱到紅到咩地步咧？紅到咧就係、是、大陸都好多人唱，甚至後屘禁咗嘅，因為你首歌嘅內容，大家都應該知啦，就係好諷刺性。唱啲咪可以點咯？啊，好諷刺性嘅，即係話，即係皇后大道東有皇后，但皇后大道西有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啊？皇后大道东，唔系皇宫，系系。嗱，咁咧就有个几方面嘅嘢喎，第一就系你只系香港本身啦，即系皇后大道东啊西啊啲冚唪唥系香港嘅街道啦。我嗰时都睇住佢哋录噶，即系我嗰时同佢好 friend， 咁佢就话一开始咧就好有趣嘅。
有个朋友喺银币背后，要问问何事，知己一声拜拜，远去嘅都是。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要買少禮流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但係咁樣就唔知，係係。就呢個地方啦，香港有皇后大道、中亞西啊嗰啲啦。第二就係一講皇宮，咁啊又係人民，咁啊諗起就係即係中國啊，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故宮啊嗰啲啦嚇。咦，同埋咧就講到有咩？係而家差唔多舞字跳啊、馬字跑嗰啲，咦？我哋又諗到英國。頭先阿麥姐連嗰段就係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咁呢個咧就諗起張英女王嗰個頭像啦。講英女王啊嘛，係啦係啦係啦，所以都係好在地嘅，即係就擺到當時咧，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個個對九七都係即係係嗰個心情其實都係好複雜，多數都係比較負面嘅，因為咧即係一知道啊九七啊咁樣，咁好多人移民啊走啊咁樣。咁呢首歌咧，嗰陣時咧，即係頭先講到紅到咧，就唔單止香港好多人唱啦，大陸都好多人唱，佢唱到禁咗咁樣啊！即係因為裏邊係諷刺，即係話啊，即係講人民啊嗰啲咧，即係其實咧諷刺國內嗰個政治情況啦嚇。咁所以呢首歌咧，即係嗰陣時好紅，後屘就沉寂啦。但係譬如最近我發覺都有好多人咧，即係講翻出呢首歌咁樣啊，咁就可能同而家嗰個政治環境有關咁樣啊。咁我自己心水就呢一首啦，即係如果係阿林夕嘅歌。咁啊，我讲下阿黄伟文啦。咁啊，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咧，就系《喜帖街》呢一首歌。咁佢系阿谢安琪唱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曾经好努力，曾经有好多人想保留《喜帖街》嘅特色嘅，但系最后咧都系难逃呢个啊被清拆嘅命运啦。咁所以佢呢首歌咧，大概用情歌去包装呢件事嘅。咁佢就系、是。有似这一区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化，即系好噶啦。咁但系咧，佢表面上唱咧，佢就系唱啲感情嘅嘢嘅，即系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由佢惋惜有用吗？咁即系吓都冇用。咁但系表面上亦嚟放弃，咁但系其实个原意咧就唔系真系叫你放弃，亦即系话。既然你爭取咗好耐都冇用嘅時候咧，咁你都要冇辦法，都要學識放下。咁但係表面上咧，佢就喺度唱緊情歌咁。咁所以佢哋要解讀一啲歌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用一個比較兜個圈啊，因為我哋好多時都要用比興嘅手法啊嘛。即係所謂富比興咧，有時我哋未必會直接將啲嘢咧講出嚟嘅。我哋通常係一個婉轉呢個方式咧，但係咁樣反而咧會留喺好多思考空間俾大家。咁啊～因為我哋講咗咁耐，即係我哋今次第二次講香港粵語流行歌啦。點解我哋咁中意講粵語流行歌咧？香港咧，咁一方面我哋香港人啦，即係呢個係咁，梗係講翻香港粵語流行歌要睇下。第二就香港呢個地方特別嘅，因為佢冇經歷好多政治運動咧，咁所以佢係比較能夠保留到中國傳統文化啲優秀嘅東西嘅。但係佢同時又係一個比較開放嘅城市咧，咁又吸收咗一啲西洋文化，咁能夠同中西結合。咁所以咧，我哋嘅歌詞咧，每面都好優美嘅。頭先我哋講嗰啲，譬如阿詹叔嗰啲詞咧，你覺得好似宋詞咁嘅，即係滄海一聲笑，滔滔老岸潮，咁啊好有氣勢。咁加上西方音樂咧，結咗咧，我覺得我哋係繼承到嗰個詩樂文化。咁即係善歌者能繼其聲，善詩者能繼其詞啊嘛。咁所以咧，我希望我哋香港都可以出翻多啲優秀嘅詞人咧。咁但係，我感覺上最近咧，呢十年八載個樂壇咧都係我哋咧嗱未咁快跳，因為你忘記咗講咧，就係九十年代尾中島咧就有四大天王嘅，咁都做過一輪偶像嘅。咁你記得係黎明嗰個電話廣告咧？你這剎那在何方？你一生未曾講。誒，同埋咧就郭富城嗰啲跳舞唱歌啦，對啲愛愛愛不完嗰啲啦，人人多。然後咧，張學友咧就係我睇住佢參加嗰個十九定十八區歌壇比賽嗰時咧，就河水彎又彎，都係電視劇嘅，即係流行曲嚟。大地恩情啊！唱呢首贏咗嘅咁。
佢哋都紅咗廿幾年啦。劉德華咧，佢就係嗰個揾咗個中樂團嗰啲二胡高手咧，坐喺度拉嗰個，得啦得。一起走過啲日子啊！嗰個有你有你，有冇有情有情？一起走過啲日子。有天有情，有天有地，有你有我，有水有情，有天有地咧。呢四大天王咧就已经系俾水我哋饮咗超过廿年噶啦。咁就唔系廿年到啦。咁然后二千年之后咧就繁花盛开啦，乱七八糟啦，乜都有啦，好多好多嘅歌手。咁即系大家明啦，我哋都集中讨论啦，就都有嗰啲啦，例如陳慧嫻啊，咩林憶蓮啊，嗰啲都係唱得好好嘅。佢哋都漸漸地啲歌咧向難度挑戰啦，而家咁樣就歌詞我已經唔記得邊個寫啦。咁就直至到最近咧，就因為VTV 咧，佢就有橋咧就搞咗個全民造星嘅計劃啊嘛。咁就哇，原來係所有人都～佢即係搞啲男團出嚟，即係二三百人佢又去參加，然後又篩選咗100人，100人又再同佢比賽，就淘汰得翻50人，50人又比賽又淘汰，就挑咗即係10多20人出嚟，然後就用咗2年多嘅時間咧，就搞咗一隊叫 Mila 嘅樂隊啦。最先進嘅，我就係嗱啲沈旭輝啊，各種咧好幾個 KOL 咧都。评论呢个现在个 Mila 嘅现象嘅，因为其实我就系好多年，我即系于是我睇晒全民造星嘅每一集，同埋佢啲筛选，即系成30多集啊！哇，好犀利，好犀利，30多集，我真系可以写论文，但系即系其实就系我想睇佢哋最初点样生涩，慢慢地即系被訓練，咁其實就好兇狠咁訓練佢哋嘅，所以咧就係佢有一個決心咧，係想幫香港咧係做一個新嘅偶像，同埋咧就係呢韓國10個人嘅男團嘛，我12個，而且咧我唔係全部韓風嘅，即係角色都有嘅，角色各樣都有嘅，咁就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好多嘢紅起上嚟咧。是天時地利人和啦，咁啲年輕朋友咧就當然中意偶像係其一也啦，其二也咧嗰啲年輕嗰啲咧，即係話就算受挫折也當平常，或者哪怕今天會跌倒嗰啲咧，佢又寄託咗一啲嘅希望喺上面，因為佢哋啲歌詞咧，一陣我可以引啲歌詞，即係話係幾旺嘅，有即係佢哋。今次開了6場演唱會啊，一票難求。咁咧就話第一次開啊，所以啲細路都好感動啊，望到啲人咧喊個不停啊，即係話咁咧就係原來佢唱完之後咧，佢會話香港加油。咁不過後屘佢覺得唔係幾好，就話啊香港樂壇都加油。即係其實咧就係話，所以咧嗰啲KOL 咧，佢都攞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喺呢個咁沉寂嘅沉悶嘅時候裏邊咧，就大家都各代啊、各代人啊，包括我啊，好似我啲孫咁樣，即係我不嬲都愛錫啲細路噶啦，扶老攜幼啊嘛，係要咁咧，就係會即係覺得係知道啲人睇到係自己訓練，亦都自己佢哋好勤力學習，即係肯改過，同埋即係好正氣咁，即係個心比較正氣啦。咁咧就係出現咗一種即係香港嘅新嘅年輕嘅精神同埋力量，即係佢哋有一個寄託。唔知你贊唔贊成？即係大家都係咁樣分析。係好贊成啊！麥姐嘅分析啦。所以點解留意咧？就話唔好喺度秒佢啦，即係或者你睇到。一啲佢舊時嘅未經雕琢嘅嘢，種，但係咧佢哋現在即係成日都即係啲棱角啊、冚冷，即係好啲肉咁啦，肉不琢不成器啦，已經即係2年到啫喎，都練得好好噶啦。咁即係話其實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喺呢個沉悶嘅時候，即係好似一個
幼嫩嘅公雞，佢開始喺天亮嘅時候咯咯提起上嚟咁嗰種感覺咧。係，好同意阿麥姐講法啦，即係頭先講好多因素啦嚇，即係譬如包括話啊用個韓團嘅嗰種即係作風咁樣啊，或者咧係新嘅一啲包裝啊，譬如造星咁樣呢啲節目啊，咁呢啲咧就都係即係創造咗啊 Mila 十二即係十二指嘅嗰個一啲重要條件啦。但其中咧，嗱，因為講開咧，喂，你而家想講咩？我唔係幾聽到，因為講開呢啲平均年齡22、23歲嘅新嘅男團咧，我講少少歌詞一個片段啦，我梗係唔記得佢點唱啦。咁例如，即係佢有三成都係自創嘅自彈自唱又好咩嘅歌曲嘅，咁就有一個都好有意思嘅西歌。有好多嘢买唔起，大个有好多嘢追唔翻。咁佢20多岁，佢会咁样讲嘅喎。咁咧就就例如讲咧，就会有两句啦，叫笑着拓展天际下耗紧这份勇气。咁你明佢讲乜嘢？即其实佢有抚慰到某啲人嘅心啦，咁我就最感動咧，就係其中有一句就係話人生如夢，革命道中路，即其中一句，即係好，即睇起上嚟都即係佢都幾曉寫嘢寫詞，或者係幾適合呢個時代啦。即係咁，我舉咗呢啲例子，當然呢啲都係比较激烈的例子啦，然后有一个就说这世界什么也不对口，这世界仿似木偶，人没有自由，这样的喎、啊。还有一个呢，你刚刚讲起机关枪嘛，王家驹他怎样，那有一个呢就说没有机关枪，没有音波功，就乜乜乜就死啦青春痘，死啦青春痘，呢啲咪系少年嘅嗰种青春活泼嘅即你会觉得系一个未来嘅王家驹之旅咧，可能会喺嗰度诞生噶啦。系系，阿麦姐头先讲嗰啲正正系我想讲嘅，即系除咗嗰啲即系比较系用翻一般流行曲音乐嗰个因素去解释之外，啊或者啲宣傳啊、包裝嗰啲啊，個因素解釋之外，即係同嗰個社會嘅環境有關係嘅。頭先阿麥姐正正頭先講歌詞又好，或者甚至咧，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好多人都知啦，即係譬如話啊，佢哋有啲成員甚至喺啲運動嗰度佢有出現過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青年人覺得，如果香港譬如話啊，爭取自由民主冇出路，咁就唯有寄託喺一啲咁樣嘅一啲宣泄嘅方式啦。好 ，OK， 好，拜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